个长颈，长颈有个安丸子，漂亮的公主，还拿了金球，我要玩一玩谁？嘿，看我的！他扑的一声来，你说小公主，小公主怎么的？怎么的？怎么了？哭得这么伤心，哭得这么伤心。也许我的心很好，快点念。要怎么念呢？新朋友，新朋友，公主仔细看。这是有又肥又肥的青蛙，光着小声的说：“我的球插到井里了，你可以帮我捡起来吗？”这么没问题，等等，你说这么没问题，没问题，你问要怎么帮忙我呢？我的衣服、珠宝、真诚、青蛙，统统送给你。青蛙摇摇头说：“我不要衣服、珠宝。”
青蛙吃饱了，请到了收集。公主抓起青蛙，放在一个。